Hey.这个名单怎样让我觉得很奇妙，很纳闷。待会观众看到他们出场的时候，你会好奇他的 Marty 是谁，就到底怎么会变成朋友呢？到底怎么办到的？对啊，好奇怪，因为年纪这么小却可以认识两个妖怪。不是，是两个美少女、美少女，我说错了，我爸不说内心话了。而且很会跳舞的美少女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待会好好问一下他们，有一个是不是你的型啊？我的菜，天菜。是哈、哦、对啊对啊，我的妈呀，来欢迎一下，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有欢迎佐佐优太的表演，掌声。不见，长大了，十岁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五年级了。五年级了。对，五年级，这样子明年就六年级了。我说的没错啊，我说的没错、啊。我现在在这边主持，花一分钟等于浪费我六十秒的生命。你不要这样说，杨婆婆，你不要这样说，你给大家看，杨婆婆。他们很多人不知道杨婆婆是谁啊。哎、欸，你都透露出你的年纪。你们上了 Google 一下，他很像杨婆婆。你知道杨婆婆是谁吗？不知道。就杨凡大哥以前扮演的一个角色。杨凡大哥是谁？他是大前辈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有一天别人小朋友说小猪是谁？会不会有这样？可是你不是要做到六十几岁吗？也是。对啊，就不会啦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张飞大哥是谁吗？宪哥，吴宗宪，宪大，这样所以就一直在线上，不要退休。他们那你们现在心中的偶像是谁？你们班上都喜欢哪一些人啊？是不是网红？有些是网红，只是那些网红我都不认识，因为我都没有在玩手机啊。那你们班上同学有人玩手机的吗？有很多人，他们就说什么手游啊，blah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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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我都听不懂。所以那你们班上有没有人上课还可以拿手机？上课不能带手机，不能拿手机哦。然后学校有规定，要申请一个单子才能带。哇，那这样多好。那我问你们，因为你们现在出道的很早，对不对？在学校老师会不会一直叫你们上台表演啊？不会，老师就奶奶有说那个就当平常学生就好了，也没有要特别做。那别的同学会不会说哇他们是明星？有没有这样？那你们要签名什么的？比较一二年级会，然后三四年级就没了，就看习惯了。那如果别人认出你们，你们会说我是左左右右吗？还是你会说你认错人了？我们会，他们好认错，我们就点头。他们就点。
头，就点头。然后有些人就因为他们就以为就是我们左左右右就是小小的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哎，那是左左右右吗？他就说，哎，不对啊，这没有那么大只。当你们被听到有人说你们大只的时候，会心里面怎么想呢？长高了，长高了。嗯，那我问你一个更犀利的问题，你觉得右右跳的舞跳舞比较厉害，还是你跳舞比较厉害？他跳舞比较厉害。哇，他跳舞比较厉害。为什么？哪有？爸爸说你跳男舞他比较厉害，爸爸说他跳女舞比较厉害。啊，刚好一个人负责一个。你不觉得吗？双胞胎姐妹都是这样，互相在 cover。白兔也是这样，很好啊。我们那时候问白兔，他们也是这样回答。哦，互相说对方好。那是刚出道的时候。现在没有了。互怼，直接攻击，不希望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全都吵架。你们会一直感情好到很好吧？会吵架，嗯，哦，现在会吵架了。你看他这个头是刚刚被妹妹这样扯的。是跳舞，然后就乱掉。哦，跳舞乱掉的。那为什么吵架？就是为例如说谁刷，因为那个会洗澡的地方就是只有一个洗手台，所以只有一个人在只能站在上面，然后就会吵说今天是我，然后又就说明明就是我，然后就开始吵架了。哇，都会很小很小的事，没关系啦。对啊，那这次很恭喜你们发了新的专辑，对不对？是单曲，数位单曲，数位单曲 YZT Evolution。而且这次要转型是吗？嗯，要。我们有特别去韩国，然后万米脸学舞，找一个很厉害的老师，叫做 Hyunjin Song Sanning。Song Sanning 的意思是老师，然后 Hyunjin 是他的名字。哇，你们连韩文都会啊！我们去那里有，因为翻译的姐姐教我们。那你们去韩国多久？几天？如果算飞去那一天，因为那天是晚上。是的，如果算那一天的话是四天，但是第一天它有时差，时差有算进去吗？时差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哇，好可惜哦，那边也没有时差，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小时，对啊。然后为了配合这次的舞蹈，所以我们举办了一个叫做“舞力左右天团”甄选活动，我们有选几个跟我们一样喜欢跳舞的人，就可以去在12月1号去台北可以看决赛，还有12月2号去。高雄看决赛，哇，那现在口才真好啊！以后我下个月发片的时候，你可以跟在我旁边帮我讲我的资讯吗？因为他每次都背超好。对啊，你们都背得好清楚，你们背多久？刚刚。那之前上情人带主厨的时候背的，所以小朋友你看都是说实话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棒，而且观众你的粉丝都很期待你们再次出集，对不对？要登短郎了，10岁才该要登短郎，好快哦！10岁而已，对啊，10岁，他20岁，我他们，你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出道几年了？出道我还没算过，哦，还没算过。是不是5年了？应该差不多。是5岁吗？5岁。5岁，现在出道5年。对啊。那如果他们出道50年，他才几岁？这个数学太难了。55岁嘛。啊，55啊。是吗？是吗？你数学姐姐数学好烂啊！我数学也很烂。我不信，我来考考你们。不要考比较。很简单。什么？1+1=2。那我来更难的喽。好。1000减999.9多少？999.9。9.9。好，没事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左左右右来表演的是蹦蹦。
几天？这个，之前是学 MV， 然后自学整首歌。整首歌要学多久？学，我忘记了哎。这是去韩国学的吗？还是在是在家里学啊？在舞蹈教室，爸爸的舞蹈教室。嗯、爸爸是舞蹈老师？不是，爸爸，爸爸是正正工。爸爸和妈妈都不会跳舞，是秦老师。对他们开舞蹈教室。哇，跟你一样开舞蹈教室。哇，好厉害哦。对呀、啊。尴尬，尬聊的意思。好了，接下来厉害了，接下来马上进行的是才艺大比拼。好，我想先请问一下，我们先邀请他们出来的之前，我想问你们跟他很熟吗？小朋友不会说谎，对，所以不熟，对不对？还好。那你们认识啊？认识，认识。他们很强哎，他们叫前前后后，你们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们是左左右右，他们是前前后后，而且跟你们两个一样会跳舞。对，而且很厉害，他们也是双胞胎啊。所以今天他们是双胞胎啊，真的，路人都会把他们搞错。所以为什么你要笑这么开心？他们跳舞很厉害哎。连白兔看到他们都会怕，你们知道白兔吗？知道。啊，也是双胞胎，也是双胞胎。对。啊，那我们要欢迎你们的好朋友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欢迎前前后后。怎么这么像啦？真的，对啊，我们是前前后后。我是前，啊、你是前前。我是前前。再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前前后后。我是前前，我是后。没有没有，人家都有，我是左左，我是右，你们要一个前一个后啊。你要倒前面，你要倒后面。再次。啊，对，你先。预备备，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前前后后。我是前前，我是后后。关系对啊，我们很好，我们是十年后的他们。对啊，我们坐时光机来的。千万别，十年后他们一个小朋友内心的承受压力有多大？我们长大十年会长这样吗？我们十年后不会长胡子。没有胡子才是美女，你忘了？有啊，你这些胡子超多。你不要乱说。十年，十年。那你们有看过他们两个跳舞吗？有，你觉得谁比较厉害？都一样厉害。好会说话哦，他胡说，胡说。而且我为了要就是跟我好姐妹致敬，他们有去韩国上课，我也有去，你也去，而且我就在你是去购物吧？不是，真的是上去找男生啦。其实那个泡菜锅，不是，我真的去找他们的老师一起上课，同一个老师，对，同一个老师，然后那老师也记得他们，然后我就说，因为价钱看的是一样的吗？他们比较贵，因为他们是各授课啊，我是大堂的课，明白？就是为了要跟他们就是一起学同样的舞风，所以一起去韩国上课这样子。那今天要 PK 了 ，PK 了，好不好？左左右带来的是节奏叠杯。Tomorrow
学多久？一天两天？昨天学的。哇，怎么这么多天才啊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昨天学。YouTube 学。昨天学马上就会了。原本要以为是只有八个八，然后呢问妈妈发现要一分半。妈妈发现了，妈妈怎么说发现？妈妈告诉我们的。那你们听到之后有很惊讶吗？嗯，然后赶快上网查，嗯，然后就查到这个。自己看自己影片自己学哦。嗯，看妈妈的旧手机。妈妈的手机手机。哦，妈妈手机哇，恭喜赚不掉，赚钱了。换新手机。哇，好厉害哦！那接下来你们有没有压力？有哎，因为他们就是十岁就跳降，然后我们35岁啊，还不好笑，没有啊，但我们也没有35岁，我们是带来一个就是新的一个表演，是他们的歌，成人版的，好想看，来来来，我们准备来欢迎，就定位置。我们就带来一个，就是新的一个表演，是他们的歌，成人版的，好想看，来来来，我们准备来欢迎，就定位置。你们觉得前前后后表现的怎么样了？很好，然后糖果还掉到地板上，真的，故意的。他刚刚踩到了，差点跌倒了。那你们觉得他们跳的好还是你们跳的好？他们跳的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他们有发糖果，然后糖果还掉在地板上。哇，是我们吗？小小年纪去帮你弄，对啊，说糖果掉地上好笨哦。不会很笨，不会很笨，不会哦。但他们两个真的跳舞也是很厉害的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他们也有在教学生，对对。如果你们以后还想学什么舞蹈，尽量不要找我们两位，好不好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很厉害，他们很厉害的。但是我有个小疑问，为什么你要穿那么短的衣服？因为这样限制我一定要露肚子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你胖了，因为你看哪有啊？你比自己胖。不，没有啊，最近欧美都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比较宽大一点的，不是那么 fit。不用欧美，不用欧美，我们亚洲也有这种。我变胖吗？就是跟之前的健身，这个肚子就是不值得露出来啊。我要回家了啦，要。没关系了，好变。冬天嘛，没事。冬天没事没事，保暖。但是下一次哈，我觉得他们就是不用特地飞去韩国，我也可以帮你们排很厉害的舞，因为你们要一转型嘛。对不对？然后开始就会越来越18禁的舞。先不要，太吵太吵，再要走就喊两。然后哎，你们就不要回头看了，不要回头看他们的专辑都。对啊，妈妈在。好，
现在左左右右呢要来表现不一样的才艺了，好，木箱表演，掌声。星期六学的，现在才几拜几，你们怎么学那么快？为什么可以学那么快？你刚刚为什么要跳舞？哎，他们真的长很高了，现在10岁了啊！因为之前我还是这样蹲着，我们之前都要这样子跟他们讲话啊，要多吃维骨力哦。我都前面之前我还是这样蹲着，我们之前都要这样子跟他们讲话啊，要多吃维骨力哦。我都前面跳的，我们班上最矮的，我是全班最矮的。那你们班上最高的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有女生的话是陈怡安，男生的我认识他，他这么高了吗？喂，我不确定，太夸张了吧？篮球队是啊，不是篮球队。那男生最高的是谁？我不确定，我还不确定哦。嗯，因为你们现在长很高，然后又会打这个，说才多艺耶。班上同学们很羡慕你们。有一些些。那你们会不会羡慕班上同学？羡慕什么？就是他们可以玩呐。哦，对，他们要努力工作，还要学啊，学东西啊。都不用上班，也不用学好多才艺，都可以一直出去玩、打电动，会羡慕吗？你们会羡慕？不会，打电动会眼睛会近视。真的假的？我来检查你有没有近视。不能检查吗？一般10岁儿童的眼睛要干嘛？就看看他有没有没近视啊。哇，妈妈告诉你的吗？就是现在玩电动的话对眼睛不好是吗？而且要戴眼镜啊。学校会检查啊？学校会检查啊？我们学校也有检查，了不起哟。我们还有劳工检查哎，现在都还是会有。现在还有劳工检查吗？要把尿液检查。你们有劳工检查吗？对啊，好像有。劳工检查你们没有？有一个黏黏的贴纸，也有啊。要看有没有虫虫在身体里啊。哦，那我每次做这个都好尴尬。为什么？那他站6下，不是要压6下才知道啊？对啊，所以有些男生不想做，他们就会随便手贴一贴就交出去。不可以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这样你的身体健康老师都不知道，这样是不对的哦。对啊，你虫都在你身体里面长大。那你这样多年，你这样有想我们吗？这么久没有来节目，有超久的，然后进来发现不知道厕所在哪里，真的？忘记了。为什么忘啊？以前来过对不对？他们每年都来啊。那他没有忘记我们就好啦。有忘记我们吗？没有。你们现在就是因为跑很多节目，有觉得哪一个节目的主持人比我们更帅、更漂亮吗？更好笑的有没有？没有。对啊，我就知道，小朋友都说实话的。那我们就马上进行默契大考验了啊！好的，考验两组的默契，等一下我们会问问题。如果你们
们的回答是一样的话，就算有默契。默契最差的那组要进行的惩罚就是好大的柠檬汁，这是左左右右的干杯。是啊，哇，差别待遇真的不一样哎。你们两位是这个？等一下，因为他们两个很喜欢喝柠檬汁，那这个给他们好了。他们才你们喜欢喝柠檬汁吗？对啊，喜欢喜欢喝吃柠檬。完了，这个就根本不是惩罚了呀。对啊，还是他们边喝，然后我们那个倒在他们头上。姐姐，姐姐冷静，冷静。师傅妹妹，我们问问题，你们要举牌哦，不要举错边呢。好吧，好，来准备我们凯乐姐姐的第一道题。请问谁最懒惰？3、2、1，当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一样。为什么一样？怎么说呢？写功课都很慢。都会一起聊天，然后就不想写。你们是一个房间吗？一个办公室。你们是办公室？舞蹈教室的，对，老师的休息室。哦。然后两个书桌，然后我们一个书桌，然后我们一起用。一个书桌，两个办公室。一个办公室，两个书桌。一个书桌，然后。一个办公室。一个书桌，一个办公室，一个书桌，这里面总共几个人？妈妈在吧？妈妈在柜台。妈妈在柜台。然后爸爸。我觉得他是狼。不是狼，他是女巫啦，他是女巫，他是女巫是不是？对啦。那你们是一起睡吗？同一张床吗？还是分别各自的？就是同一个房间啊，但两个床。那谁会因为懒惰最常被妈妈骂？都一样。都一样啊。嗯。谁最常被骂？还是都一起被骂？都一起被骂，因为就是因为吵架。好恐怖啊！话都一样哎。那个频率会不会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委屈？为什么我又没犯错，都一直骂我？不会，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嗯。哇，这就是吵架。那除了写功课很慢，还有什么懒惰的事？就是因为垃圾要除，那个回收要先把吸管拔掉，丢到垃圾桶，然后呢，就去后面那个有一个脏，很多会很多蟑螂的厕所，然后那里就要进去。好脏哦，你们住的地方好脏。妹妹，有很多蟑螂的厕所。你会在蟑螂的地方尿尿吗？不会，所以我们都去另外一间。哦，两间有没有蟑螂的地方就好了。好，来准备第一道题。下一题，谁最爱哭？3、2、1。又又最爱哭，为什么？爸爸都说我是爱哭鬼，他是爱生气鬼。啊！每次吵架就是我哭，然后他就生气。你们两个吵架，嗯，那你哭，嗯，那你就会生气。啊！我是被罚，我就是生气。你怎么生气？你是这样，嗯？他没有这么讲。那他怎么生气的？不讲话吗？对，嗯，然后就不跟我讲话。啊，那你会跟他道歉吗？不会。那什么时候和好？你们都会。一阵子，然后呢就和好了，大概3个月嘛，大概3分钟就好了。3分钟，这么好？那谁会先主动开口说话呢？不一定，有时候是悠悠，有时候是。那你就马上就和好了？对。哇，所以你们感情，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哎。嗯，有吗？就和好了。哇，所以你们感情真的很好哎。有吗？还是单纯记性很差？还是因为他们没朋友，也逼不得跟他讲话。朋友学校都有朋友。那你们朋友是各自的朋友，还是都是一起认识的？一起认识的。啊，真的？因为同一班。对啊，同班同年纪。那有没有打架过吗？没有，不敢打架。为什么？因为会受伤。就是要受伤。被你骗的，开玩笑的，像我们常常在打架啊。可以现场看吗？现看一下。把假发拔掉。你真的想把假发拔掉？你把你想做的事说出来。聪明哦。真的。好。下一题，请问谁有被男生告白过比较多次？3、2、1。一样。
都没有吗？那男生不好哦，是不是同一个男生？他可能先挑一个，然后被一个拒绝就还是要找错了。找了三个人，然后呢？然后都没成功，对，没成功。他们所以什么算三个人？有三个男生。然后找了三个女生，然后打你们，这怎么比较像围殴的故事啦？不是啦，那个白，那个男生找来找你们吗？他是写情书，就是他先写给我，然后呢我就没有，他说要回信，然后把世界丢了。哦，哇，你很泼辣。再写给他，然后呢他就说弄丢了，然后呢写给第三个女生，他还送他戒指。哇，太有钱了，十岁一个男生送戒指。我玩具戒指，如果失去，他就送他一个 Hermes 包包。交往啊，那一定要交往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？咱你看，小学十年十岁的，然后现在还没他鳄鱼皮衣服。小奈儿，小奈儿的富八代，我的天哦！所以是三个女生都拒绝那个男生了。那你们之后大家一起看到那个男生，不会很尴尬吗？那个男生帅不帅？很懒。很懒，就是功课不好哦。所以你们只有被一个男生告白过吗？还是？对啊。目前是这样是吗？那你们有喜欢别的男生吗？没有。暗恋呢？没有。他们都吵，超吵的，然后功课都没有订正就跑出去玩。真的，所以因为现在的小朋友要怎么样用功读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帮我跟他们说。你们说。一定要用功读书，然后要听爸爸妈妈的。哇，厉害！那你们在班上都考第几名？最后一名。没有。哦，没有，那都第几名啊？这中间。这中间都90分以上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在中间。对啊，90分，中间一般都是60、50，你知道吧？60太烂了。我想他没有这么低的分数。你以前都几分？你刚说那句话，我很难过。你国小要50、60吗？果然没那么高。国小不会啊。国小老师就是说写作文，说今天去哪里玩，他就说今天去吃早餐，喂了一个猫，假上。就100分。国小没有这样造句吧？有啊，他们就会有这种很简单的功课啊。有一篇作文是海洋与我，然后要写6段。4段，然后呢？你怎么写？然后用什么模写什么的？模拟。然后我都乱写，然后结果我还写毛骨松软。笑就对了。毛骨松软，毛骨悚然，他写错字。对。对啊，然后老师还给你100。没有，是妈妈会检查作业，然后妈妈就把它拍起来。我觉得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好可爱，好可爱哦。很可爱。来，下一题。请问谁最爱捣蛋？3、2、1。一样，都爱捣蛋。你们知道捣蛋的意思吗？没有很爱捣蛋，你们都没有很爱，都很乖吧？你知道捣蛋，就把蛋这样立起来，我就把它推倒。捣蛋，就端午节要玩的游戏。所以你们都不皮啊？在家里。很成熟吗？你们现在？那你们什么事情会惹爸爸妈妈生气？就是功课没写完，然后动作太慢，然后一直拖拖拉拉，然后还要吵架。所以你最怕爸妈还是爸爸？你看你说是爸爸还是爸爸？最怕还是妈妈还是爸爸？妈妈比较常生气，可是爸爸很少生气，可是爸爸生气的时候很凶。啊，好可怕哦！通常都这样啦。对。对啊，才会乖啊。请问谁最？哦，这个他们刚讲过，谁最不喜欢上课？3、2、1，也是一样，都不喜欢上课。啊，你不是刚刚不是叫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30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抱歉。勒我。喜欢上，不喜欢上数学课，但是其他都可以，社会课也没有很喜欢。啊，为什么不喜欢呢？因为都很难呢。然后我最喜欢美劳课和自然课。自然课我们现在在教热对物体的变化，然后老师给我们做爆米花。做爆米花，哇，好好。那个用巧克力，然后加热就变那个液体，然后就沾来吃。用饼干沾来吃。所以他只想吃啦。我们都问完了，他们都很有默契。天哪，好厉害。他们都答对，对，五题都答对。那我还玩他那么开心，加油了！好，现在换你，换那个他们两个做了，小心。
贴片，你们手要牵起来，这很电呢，这必须要的。所以我们被电还要喝柠檬汁。我们家里有 Hello Kitty 的，对，就是这个。那你嘴巴贴贴看，左左右右。我不要。你要看啊，以后你们长大的话就要玩这个游戏了哦。所以你们现在趁现在还小，尽量捣蛋，以后你们就会很可怜。我要问一下，你要问问题还是操作？我来问问题。我操作五题。好，请问。你们喜欢什么卡通人物？三二一，海绵宝宝！哇，厉害，有默契，厉害！哎，为什么你问我问题都不用聊一下呢？他们都聊很多呢。哦，来，没关系，我要牵手，我不要牵了。海绵宝宝，宝宝，电好电。来，星座会想到什么？三二一，摩羯座。我要开了，你们要牵起来，有牵的啦，我就这样，我就这样，我就这样，有电吗？还没，真的有电了，先找他玩这个，对，亲完绑胶带，亲起来他们离不开，一定会很电，不会啦，来我们电妹妹，来，最不好看的综艺节目，三二一，好难电。这个没有啊，都很好看啊。那你们就要回答都很好看。那这样吗？你们刚刚是疑问句哎。又哦好。这个问题错，这个问题不好。准备，手牵手。最不好笑的谐星是三二一。谁想有啊？我。谁啊？不是谁啊？有开了，开了，没电了，要要，没电了，要要要要要。有画面吗？来准备，你们两个谁最丑？三二一，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不讲话，是他点他，我讲少了，我讲少了。哎，我说我哎，好，惩罚，哎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为什么你进我们那么快啊？好呀。好电，好酸哦！会不会生小孩？会，生小孩，怀孕也在想喝这个双胞胎。喝一杯，喝一杯好了，喝一杯，我们一起 share。好，一起喝一杯哦。好，在喝的同时呢，我们马上要看左左右右来带来新歌啦，《男的鬼》。活动，然后在12月1号是台北的，12月2号是高雄的。好好哦，希望大家有年龄限制吗？有8到16岁。好啊，耶！参加。网络报名截止了，只剩决赛。那我可以现场报名吗？只剩决赛哦，我就硬要参加。不行，参加决赛。反正年龄超过了。
们那个单曲名称叫做什么 ？YCT Evolution。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啦。没错。也谢谢前前后后。谢谢。